我今日来是来向恁说多谢的。免客气啊，咱会当熟识都是缘分嘛，啊，互相斗相共这是应该的。多谢。这个查某囡仔气质阁袂歹，假使我若无要唔着，文生的心肝内一定真介意。林小姐，听阮文生讲，恁斗共后日甲恁小弟两个人尔，啊，你的爸母咧？阮妈妈真早就过身去啊。 阮爸爸身体失败，犯着票据犯，即马就互人管啦。这袂要紧，人生免不了一定有失败甲困苦，你家己都爱较坚强的才出头天。哦，若有啥物困难，做你讲我紧，我会尽量甲你帮忙。多谢阿伯关心，无啦，我无啥物困难，我即马有伫上班，生活还阁过会去啦。 上班啊，阿、啊、你是伫咧倒位啊上班啊？应该袂是迄种无正当的所在啦吼。阿姨，不是啦，我是伫工厂做女工。女工哦，林小姐，你爱知影呢，一人是一款命啦，啊你千万是唔通为着什么目的，煞来甲阮门生做伙哦。阿姨啊，来遮是客呢，你敢有需要讲这种话？ 当我无歹意啦，我只不过是甲提醒一下尔，迄人心伫内啦，咱若知影吼，人看咱当好嘅，要安怎想啊？我还是话哦，讲伫之前较好啦，免得以后惹麻烦哦。是嘞，无，走，小慧。 太感谢文生因厝的人，帮助明姨拿病的保险金，谁让文生因阿姨要得明姨不了我？爸，为着明姨的医药费，你知我今日让欺负你，知无？ 秀慧，阿姨实在无应该不了秀，伊为虾米要来做呢？林先生，真感谢你对阮的帮助。假使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加倍行李。阿母，您回来啦！文生，阿、啊、你回来啊？阿姨，我问你，迄秀慧是第一摆来咱家？
你乃无缘无故讲话不入耳啊！文生，我知你对阿言咧做真袂谅解，对无？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你是咱业界唯一的查甫囡仔，你将来去掌管所有的产业，凭咱业界即卖伫咧社会上的地位，你会娶一个条件够较好的查囡仔？坦白讲，就是爱懵懂后退啊！那迄个秀文的，伊不但对咱业界无帮助，而且阁有伤害。阿姨，你的观念唔对啦，想过刻薄嘛，想过大细目啊，无唔对啦。我是我有介意秀芬，也唔过，这无代表我以后一定会娶伊的。你是一个长辈，你对秀芬的态度未免太过分外。阿姨嘛，少年过啦，对你的眼神内底，我着看得出你对秀芬的感情啦。我若要较早提醒你，万一以后有啥物事较差，我是要怎对恁阿妈、搁恁爸爸交代？你这种关心哦，我无需要啦。飞弟咯，我即摆哪讲你拢听袂落去啊！啊，不过你以后绝对会感谢我。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老母，我以后啥物拢莫管，顺你的意思就好啊。厝边隔壁嘛拢侮辱我，讲我是一个贤妻良母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安尼做，我着太对不起恁爸爸，啊，搁有恁阿妈。文生的呀，啊，那恁阿姨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，啊，你不但无感谢，啊，你煞咧怪伊。阿妈，我已经大汉了嘞，我要交什么朋友，我自己知影啦。阿姨，请你以后莫再干涉我，好不？不是，哎呀，阿达文生较少话哦，较袂晓想，阿达莫再计较哦。阿公，我袂啦，只要你会当了解我的苦心，是为着业界将来。那呢？我得就安慰结果呀，你实在是一个好心。玲姨啊，啊你即马行路加速进步啊！没事，伊人真好呢。明姨啊，叫王大哥就好，安尼比较较亲切。好啊，王大哥，安尼我的脚什么时阵会好？会当较紧出院无？是安怎？你是毋是惊讲你的功课对人袂对？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叫恁阿姊甲你的功课摕来吃。王大哥若是有时间，我替你补习，安尼你就袂退步啊。恁厝的敢若恁阿姊，甲恁两个人了？嗯，只有阮两个人尔。啊，恁阿爸阿母咧？听阮阿爸讲吼，我阿母生了我，就过身啊啦。阮阿爸吼做生意阁失败，互人掠去关啊。我哪毋捌听恁阿姊讲过？伊做种吼，甲别人提起的啊。本来我阿姊搁伫大学读册，差两年就会当毕业啊。但是我阿爸互人掠入去关了后，伊就休学啊。伊每天拢伫工厂内底加班，伊希望讲吼，会当赚较侪钱咧，帮助阿爸甲一乡人吼。安尼阿爸就会当提早转来啊。夭壽的哦，叫伊去啥海事哦，等下参详讲亲情的代志，啊，气鬼半晡到即摆也袂转来。我看哦，爸咪你甲铁城去丰收，去迄落漳州家，转来哦，那无好干算数哦，试看卖。哎呦喂！啊！啦，来来这坐啦，这坐啦，这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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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这。来来来来，来啦，恁爸啦。啊，对啦，这哦，淡薄仔意思，你收起来啦吼。收起，收起。阿秀啊，阿秀啊。哈。嘿，啊恁两公阿某今日是安怎？来对我这么好安尼？搁有红包通摕啊？啊，是有啥物代志？阿德，互你讲啦，互你讲。当然话我讲，啊，无你讲伊敢听有咧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免伫遐相提啦，紧讲啦。
啊，是安尼啦，我想讲拜托你哦，甲阮讲亲情啦。讲亲情？阿秀啊，啊，到底是有沾着药啊无？我会记你哦，你都敢若生一个查某囝尔，啊，无生后生啊，是要讲啥物亲情啦？你若是话要娶细姨啊？你敢？我当然嘛唔敢。阿秀，阿秀，阿秀，卖笑嗨啦！等下我娶阮宝，我着强强要指针袂调啊，你哪有可能去娶细姨啦？对不对？你点面啦？阿秀啊，你嘛卖乌白药，我是为着阮查某囝啦。恁查某囝？嘿啦嘿啦嘿啦，阮查某囝，阮查某囝。啊，啥物代志？你嘛讲哦清楚。啊，无敢会迄个？啊，细汉的时阵哦，生作歹歹啊，啊，搁流鼻流鼻。迄个聪明啊！哎呦，歹事啊！啥物你歹歹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歹得出好顺啦。迄查囡仔十八变呢，当阮厝面啊，即摆已经大学毕业啊。吼，生作偌水啊！安尼啊话，阮厝面啊出门哦，后壁是对规堆的小狗，安怎赶都赶袂走哦。吼吼。是啦是啦，好啊啦，免伫遐讲甲嘴角全破啦。啊无吼，是谁的后生要来讲真正？心头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。是彼一张床，人抓心。江边天干露草。阮哦，要拜托你去查甫那边讲亲情啦。你是咧气啥？哪有人查某囡仔这边去查甫那边咧讲亲情啊？你要让笑死哦！那是要笑啥？海叔啊，迄即摆时代无同款啊咧，二十一世纪啊，是啥规定讲一定爱男方来甲女方讲亲情啊？骗笑哟，对不对？对啦对啦，啊，搁再讲吼，阮女方吼若主动甲男方咧讲亲情吼，安尼表示阮足有心意的，男方毋才会感动，才会答应娶阮春梅啊啦。对对对对。好啦。啊，无你讲看卖啦，是谁的后生啦？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莫紧张啦，莫紧张，你啊你啊你啊你，哦，嘿，佫袂歹哦。海叔，海叔，啊，都替上姑囝，文生啊啦。嘿，阿修啊，你即摆是咧甲我创治哦？啊，当你甲替上两个都上马子的啊，那着叫我去讲啦。嘿吼，恁两个家己悄悄的就好啊。无啦，啊，是啦，话袂使安尼讲啦吼。虽然讲吼是马子的，啊，你说嘛爱照起工来，红包钱一定给你赚的啦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赚一包赚一包。红包哦，我看这歹赚。阿叔，还是我，卖提示啦，试看卖咧。啊无吼，我明仔载再来验价吼，讲看卖咧啦。安尼就好啦，啊是讲哦，你一个人无够力啦，我看哦，哎，咱三个做伙来去啦。哎，有理哦，有理哦。是啊，是啊。阿霞，你看，这是我嫁你的时阵穿的衫呢。有你嫁我以后，都一直拢有你过艰苦日子，三顿也吃无一顿饱。你是想对倒位去啦？然后是想讲。这么漂亮的衣服，人现在这种身材，哪会穿得下啦？阿霞，啊你还没睡？你是在想阿大阿是？二十几年啊，阿大那到底是生还是死？一点仔消息都无。我甲幸亏啊，嘛是有拜托老四家在找。因拢讲找无人，人海茫茫啊！要找一个人，哪有遐尼简单？阿霞，你对阿大人有情有义，一直想要找伊倒转来，来弥补咱过去对伊的遗憾。阿母是无反对，也毋过，你对幸福也袂袂伤过冷淡。搁再安怎讲，伊对待阿母
对待文生啊，甲对待你，拢嘛有尽着应该尽的责任。阿霞，千万唔通再造成第二摆的错误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我若想着讲，文生难过了，拢毋捌看过伊的亲生老母，到底伊的老母是伊还是病，伊拢毋知影。我逐摆若想着这件代志，我心肝内都……亲像你讲的，阿团来跟咱也是有缘，就会回来跟咱团圆。这阿妈，我来去休困。薪水啊，不过这个钱嘛是无够付明基的医药费。秀芬啊，来，这寡钱吼，你先摕去用啦。阿恁嘞，你免烦恼啦，即摆工你要定到遐尼多，逐工拢爱加班啊，啊一工算两工的钱，免烦恼无钱通用啦。要唔过，勿要紧啦，这钱吼，你先摕去交你小弟的药费，较要紧啦。对啊，你阿爸搁在找工呢，唔通烦恼便宜的代志啦。啊，这寡钱吼，算我先借你的啦。是啦，多谢恁啦。等明姨若是出院吼，我一定会带伊来向恁说多谢。另外吼，我会煮一顿较青草的，请恁啦。好啦，阿官啊，咱连工吼，较会回请啦。啊，家家煮好青草哦。秀芬啊，阿顺借这钱，互你摕去用。阿顺姐，唔免啦，我你应该都有够。免客气啦，我知影你欠用钱，你紧摕去用啊，来，摕去啦。阿顺姐，多谢你。阿基，阿官，多谢你。是好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，是一张床。脚手较紧，脚手较紧，莫用等伤久吼。是啊，那其他你脚手较紧嘞，那个查某人真老俗啊。有啦有啦，你今仔你无看遐啦。阿母，我无想要去啊。啊？啊？咱今仔日是要去叶家讲亲情呢，啊你哪会当无爱去的啦？实在讲吼，啊你甲文生啊都熟识，免歹势啦。我唔是惊歹势，我感觉你安尼做足无聊的呢。春梅啊，但是甚物你无聊啦？我甲恁阿母陪你去，免惊啦，吼。是啦是啦是啦，来来来，咱礼拜内底吼，阿母甲你订一件同水的衫，欢喜家的人吼，一看就改。加加加，你慢点。加几把劲，加几把劲。啥？叫阮文生的娶春梅哦？嘿啦嘿啦。阿海嫂，我生目睭嘛无看过这款代志。哪有查某面家己来查甫才提亲的？哎呦，就是安尼讲的。我吼做媒人做遮久，我哪头一摆拄着呢？啊是讲吼，我就是想讲，这阿叔啊吼，从阿城吼，啊两个都自细汉做伙到大汉的好朋友啦，啊两个感情阁足好个，足马子的嘞。我想讲，这我来讲吼，一定无问题啦。来啦。我无赞成啦。结婚是最重要的代志，啊不是咧办公家伙啊啦。搁再讲。我文生唔知有介意春梅无？幸福的，你放心啦。啊，阮春梅甲你文生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感情偌厚嘞，免烦恼啦。嘿啦嘿啦，对啦对啦对啦。是啦，我咧估
几个枕头哦，找透透啦，安尼紧来紧去，看来看去哦，就是文生啊，甲阮村内啊两个人上界四岁啦，迄人在咧讲哦，鸳鸯水啊，婚照房啊，就是因两个啦。你千万免听，免去答应。是，安尼你都无了解啊。那我阿叔个人哦，唔是贪着恁叶家的财产呢，因为哦，我甲阿成算起哦，算马子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唔才甲阮查囝要介绍恁文生啊做某啊。啊，那无哦，迄几个枕头，外一人的现金、厝价、产价来厝里咧摆伫要讲亲情，我唔答应就唔答应，我阿叔啊唔是款人啊，对不？我也知影啦。啊，他春梅哦，从细汉就安尼，真古锥，阁真乖巧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甲看，即马这下哦，同款遐水呢。阿姨，若是甲阮文生的有缘哦，阮哦是无反对啦。阿母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就对啦。你来行的，你捌会，你今日看阮查囝体格，你就知影。来，准备。你看伊这个面相，这款的面相哦。嫁翁印翁，生囝印囝，头前印后壁，楼顶印楼脚，印规家口啊！你有想要抱囝仔孙无？哎呦，有哦，我想嘞哦。正确的，正确的，卖烦我，我无算浪费，给他生一个呀。啊，若要生囝哦，看完查囝，来，急，看卖看卖，给他看这个尻川头咧，肥肥肥，圆圆圆哦，有够好生啦！看要生几个就生几个，敢若袂想要家母伫咧生家仔囝咧，抹一落出来，抹一落出来。你无敢若想，话声就有啊啦。